我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陪你红霞，真的假的？这要求让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惊呼一下，那就来看看你没看过的这一面。先转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再这样嬉皮笑脸的话，我绝对不放过你。超派一秒翻脸，高分被痛斥，主持人被骂到直接语无伦次。看来赖清德真的放开不少，还讲起课堂上动物学笑话。同学突然之间很冷静，就停下来，就把裤管拿起来说：“你看我叫什么名字？”抛开偶包，拉起裤管，赖清德玉腿曝光，看来想甩开正经八百的形象，改走轻松人设，抢空战选票。是否一位侯康佩趁胜追击，要把自己的人设重新塑造？但除了抢空战外，跨海平路战。红前头哈，天气有闹卡冷，大家有穿卡少的无？一上台先拉近与民众距离，到澎湖帮自家立委杨耀拉台。我会推动平行台湾的政策，未来配合县政府有啥物建设需要中央帮忙。咱共同讨论，抛出牛肉给澎湖一个承诺，只是另一头再把炮口瞄准不分区。他们都没有让世界上架台湾的能力，只有下架民进党的口号，他们是派系地方势力，阿无就是正二代了。啊，咱。是回应社会期待。要抢国会龙头，赖清德连日站台猛攻这一题。TVBS 新闻董俊陈镇年轻生台北澎湖抢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